三年零一个礼拜，才学会怎么忍耐。你还要我怎样？要怎样？你千万不要在我婚礼的现场，我听完你爱的歌就上了车。我现在是怎样？你都唱歌，你都不用卖车是不是？阿瑟，哦，我跟你讲，阿瑟只负责唱歌，小豪才是负责卖车。大家好，我是小豪，阿瑟唱歌，小豪卖车。